演员赖雅妍、黄远以及监制林奕杰23号现身校园担任一日教练，为即将上映的电影宣传，特地帮田径队的同学加油打气，并传授片中经典的精神口号：“你是铁打的。”不过你看看他们的反应，只能说雅妍教练，你不要再为难同学了。含情脉脉看着他。对于马拉松从幼幼班晋升到教练的雅妍，林奕杰表示，继续努力的话，全台要跑赢他的女生应该很难。天哪，你是在挖洞给他跳吗？雅妍如果继续努力的话，应该全台湾跑赢他的女生应该很难啊。如果他继续努力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讲。其实我是挖坑给他跳，他就是故意这么讲。对。夏蜜，雅妍居然亏黄远是有病的小孩，原来是黄远在剧组有吹风死的称号。吹到风就会死，而比较耐热的黄远大呼：“我比较敏感啦！”我觉得黄远就是基本上他是一个，也是个在生活上是有病的小孩，他是一个吹风死的人，比较敏感啊。就是、因为我们是很热很热的夏天，所以我们都会自备那种电风扇，有没有至少两台，怕凉感湿纸巾，或者是你一到有冷气的地方，第一个时间一定会开冷气。可不会看我。这个小朋友呢，他就是哪里有风就不往哪里去，那么热的天气他都要穿长袖，所以你看我跟奕杰今天穿短袖，他就穿长袖了。对，我比较能耐热了，他比较怕冷。沙漠中的骆驼，你有新绰号了，沙漠中的骆驼。沙漠中的骆驼。Wow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